听说就是肇事人的那个司机，人都死好几天了，还来干嘛？好，到家了。这不是你的家。 回来了，我回来了吗？好，哎呦，回来了，好。哎呀，志华呀，妈想你哟。人怎么样啊？啊，还好。哎，药都开回来了，在家养着吧。哎，听二妹说呀，那个姓李的在医院里守着你，待你还不错哎。 这么看呐，这个人呐，还真是想帮我们呢，真难为他了。妈，哎，这，啊，他人就在外面，跟来了，他来了，啊，就这家。哎，李大哥，啊，什么事儿？你不是这家里的人，跟你没关系啊。反正是，来来里边。 欠债还钱，不还钱呢？我妈妈刚从医院回来，她还停在门口呢。人死了，债不能死吧？欠债还钱吧，帮助前来救我们房子抵债。你们这些人，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，老你救我们一把，我们回报答你的。哎呦，我要再还钱了！怎么样？哎，怎么样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你啊？ 大哥，来来，放松，你叫不过他们。放松，你别抢嘛，你抢。哎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大哥，大哥，炳大哥啊，你说我不是这家的人，不爱这家的边，可是路见不平，众人相助，有些话我这个外人不能不说几句。你说什么？欠债还钱这是对的，可是你不问情理，硬是逼债，也不是个理啊。 这一家人家孤儿寡母的，生活那么困难，谁看见都知道。你炳大哥财大气粗的，何必不宽松几天，也落个好名声呢？我才不在乎名声呢！我要我的钱，还不出钱来，我就替他们卖房子。来，到这边，来，高总，炳大，啊，你来硬的是不是？嗯。那我告诉你，这私闯民宅是犯法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说卖房，你说卖屋就卖屋了。 我好好跟你说，你不听是不是？我们国家是有法律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那好，阿芳，你到派出所去，就说这有私闯民宅，正在闹事。好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拦住他，拦住他！干什么你们？干什么？姓李的，有你什么事？
叫你狗子拿耗子多管闲事嘛？你是不是骨头痒痒了？要是的是的你啊！哎，干什么你啊？怎么了？想干什么？你们想动手是不是啊？先打架，先打架。怎么的？打架你啊？说实话，想打架是不是？打架什么呀？我告你们啊，你们谁要敢先动手，我就是正当防卫，一切后果你们负责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来，过来，谁上？妹子，这话别上去。经理，我出去。经理，我这么惨，你是好汉，来，你是好汉，哎，我服了你了，我服帖你，好吧？哎，当初你可跟我打过招呼的，说老荣家的钱你要替他还的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哎，当真不后悔？我从来不后悔。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啊。好，我们走。走。哎，好了，我没事了。李叔叔，那个饼大，他还会来吗？好，谢谢。难说，他这个人呢，说不准还会来找麻烦呢。那可怎么办呢？我已经想好了，今天就在你们家住下了。哼，你们家就缺少一个壮胆的，我反正一个人住哪儿都一样，有我在这儿，看谁还敢欺负你们。我说过的，不理。这太过意不去了。哎呀，李同志，怎么好这么拖累你呢？好，奶奶，没事的。我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。啊。也没什么事，这几天你也够累的，早点去休息吧。阿芳，你还不欢迎我呢？我又不是坏人，我对你们家真是诚心的。日久见人心。往后的日子长着呢。往后的日子，往后你还想到我们家来过日子？我告诉你，不要继父。你待我妈好，她愿意对你怎么着，我当女儿的没有办法管。可是我在感情上没法接受你，我忘不了我爸爸。这20年来，天天和我们在一起，再来，以后我们一直过到老，就是因为你，是你害了他。如今，你却说要来还债，这人命债、感情债，你能还得了吗？你别以为你这样做就能抵消一切。害了我们荣家，我恨你。弄好了，你们就早点睡啊。谢谢。
别早点睡吧。哎。上班去了，我不回来，你就别睡觉，守着楼梯口，千万别让人上去，懂吗？姐，我有点害怕。怕什么？我不过是让你照看着妈，小弟陪着奶奶，我会尽量早些回家。那他，他敢怎么样？这个婆家，要偷要抢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姐，他真要住在我们家吗？他敢，我们又没有请他。再说，就这么几间破房子，他住哪去？小弟，哎，早点睡觉。哦，别开着灯，多浪费电啊！知道了。二妹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上去看着妈！妹，别让野猫再来烦妈了。李叔叔，把桑老板好好的给教训了一顿，他居然敢扣我们的演出费，太不像话了。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呢？以后，请坐下再说。以后啊，我们不在那儿唱了，那儿不是为了艺术，是为了钱。我们要出去，走出这个小地方。谁叫我们是流浪汉乐队呢？那我该怎么办呢？跟我们一块走啊。那不行，我有家，而且家里有那么多事情。你家里不还有你妈妈、你奶奶吗？金宝，你不知道，前两天我妈妈又住进医院了，今天刚从医院里出来。其实她的病根本就没有好，只是怕付不出医药费。幸亏有你借我的4000块钱，要不然出事那天连医院都进不了了。你们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事儿？阿芳，有心事？没有。有什么心事可以告诉我吗？难道你还对我不相信？金宝，我家里欠了别人一大笔债，现在人家逼上门了，差点闹出事情来。还有那个李清扬，就是撞死我爸那司机，他说什么要住进我家里来。什么？住到你家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谁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啊？说什么要保护我们？这不大可能吧？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人？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他说要代替我爸爸挑起我们家这副担子。哼，反正我是不欢迎他的。更何况我家里有我们姐弟三个，用不着他来充英雄好汉的。哎，阿芳，他来了，你不正可以拖出声来吗？跟我们一块儿闯江湖吧。那不成。
家里自从我爸去世之后，一直都在多难的。现在我妈妈又病成这个样子，我是这个家的大女儿，我不管，那怎么行呢？金宝，你也要为你的父母多想想，他们把你养大不容易。再说，他们就你这么一个儿子。你怎么像个老太婆一样？我的事我自己知道。金宝，我只是希望你能珍惜这个家。你知道什么呀？以后啊，你少提我跟我父母的事儿。还没走呢。哎，小弟啊，你叫他回去睡觉吧，啊？啊。去叫他回去吧，啊。阿庆，怎么不睡了？啊，我睡不着。李叔叔，你不困吗？你就两个晚上没好好睡觉了。你妈妈刚出院，我怕万一什么事儿，这家里总得有个人吧。嗯，阿健，嗯，我上你们家来住，你愿意吗？愿意。阿庆是个懂事的孩子，这个家有我们两个男子汉，就是再碰上什么事儿就不怕了，你说是吧？嗯，你能理解叔叔，那以后就多帮我好吗？好的，我一定帮你。那你听叔叔的话，去睡吧，明天还上学呢。李叔叔，你刚刚说过，这个家呀有两个男子汉，白天呢归你管，晚上归我管，行吗？你不相信我？相信。那好，那你现在先回去睡觉吧，要是有什么事呢，我会过来叫你的。就知道哭，不吃饭有什么用啊？你自己说的，李清扬这也好那也好，还匆匆忙忙的把他带到你哥哥家来见面。我当初看看人倒还老实，我想你左挑右挑拖到现在，总会是挑一个好的吧。这次来啊，
接触多了，我是越看越不对头，越想越不放心。还没结婚呢，就不晓得哄老婆。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，我不会看错人的。这李青阳啊，肯定有毛病。别人的事儿来得个起劲，哎，自己的婚姻大事倒是一拖再拖。这讲出去啊，人家听听都觉得怪的。妈，你别说了。我为什么不说？丽丽呀，你人聪明，又长得好看，心又好，为什么非要跟着他呢？这个李青阳啊，真不是个东西，他没有好下场。妈，你别咒他，你不要这么骂他。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你还想着他呀？我就是想着他，我就是喜欢他。哎呀，丽丽呀，我怎么劝你，你才能听啊？我不要你劝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只会整天咒他死。你真不知好歹，你冲我发什么脾气啊？有本事你找李青阳说去。妈，你还有完没完呢？丽丽，你坐在这儿干什么？你鬼头鬼脑的，别人上上下下还不被你吓一跳？丽丽，我是想跟你说个事儿。别又是荣家的事吧。青阳，现在一提荣家的事情，我头皮都发麻。这几天我的耳朵老是嗡嗡嗡的直叫，请你别拿荣家的事来烦我，好不好？你怎么不说话？你是跟我说荣家的事是吧？我不要听，我真就被你烦死了，我。丽丽，我不要听。丽丽，我跟你说嘛。青阳，你要是个男人，你就放了丽丽一马吧。世界上女人多得很嘛，我们家丽丽也不愿意跟着你受罪了。今天我干脆把话给你说死了，我们家丽丽就是一辈子嫁不出去，我也不让她嫁给你李青阳。
姨，对不起，谢。啊，没关系。他住到荣家去了。他给他二姑妈结婚了，又有一个寡妇，一个单身汉，自己从走过去做什么？李同志，你来了。哎，拿什么来了？啊，我的行李，奶奶。行李？哎呀，这不行啊！哎，奶奶。李同志，我们家刚刚一个男人没了，左右邻舍瞪大眼睛在看着。你算我们家什么人呢？现在又把行李拿进我们家，那些嚼舌根的，会说三道四的，我们怎么受得了？奶奶，我不会在乎这些的。你真是一个好人呢。你呀，就别多想了，尽管把心放平了，我们以后绝不会再记恨你。你也就别到我们家来了。奶奶，我也已经想好了，我不走了。我现在起就是你的儿子。你们要是不嫌弃我的话，我愿意做孩子的父亲。什么？芷华呀，这话呢本不该由我来说，可是我看李青阳这个人是个老实人，我心里不糊涂。只要你和孩子们好，比什么都强啊。孩子们还小，哎，特别是小弟，不用为我想，我这瞎老太婆怎么都能活啊。今天呢，就是成柱听见我说的话，也不会骂我当妈的啊，不会的。妈，你别说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今天老下这个脸来，也就是怕你拿不定主意呀。Thank you.
先睡吧。你呢？我再坐一会儿。那我也再坐一会儿。你先睡吧。哎，早上好，青阳。李师傅，怎么你结婚了也不请我们吃糖啊？就是啊，我们送了都不知道怎么送啊。就是啊。哎，你怎么一结婚变得深沉了？去去去，少说两句。你这两天怎么变哑巴了？啊？咱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兄弟，老朋友了。你心里有什么事儿，跟老哥聊聊。有什么难处，也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啊。张叔，会说的，到时候会说的。那就好。主任，哎，青阳，我是特地来找你的。
是吗？那到我宿舍去坐坐。哎，好。楼主任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是不是丽丽让你来找我的？你知道吗？丽丽在家整天哭啊，她说她都不想活了。是我害了她。青娘，不是我说你啊，这件事啊，你也太冲动了。你也应该去看看她。去看了，又有什么用？丽丽是个好姑娘，我对不起她。楼主任，麻烦你有空也帮我去劝劝她，让她别太伤心了。还是她妈妈说的对，让她再找一个靠得住的男人。好，进来。狗乱了，来，罗主任。哎，好好，坐一会儿，坐坐坐，来，喝点水。哎，别忙了，哎，偷偷去。哎呦，这水也没了。不客气了。青阳，荣家每个人的情况，你都了解吗？好，不就是两个大人，三个孩子吗？他们家怎么会有三个孩子呢？哎，眼下可不多见呐。可能当时想要个男孩，就生了个三胎呗。荣芳呢是大女儿，啊，能干，在家顶上一半。荣进呢，儿子嘛，从小受宠着。荣毅平时不爱说话，你。多多的关心着点儿。知道了。哎，好，我回去了。走了。啊，对了，青阳。我呢想给荣家一点帮助，这1000块钱，你替他们收下吧。哎，罗主任，这不行。这话说过来了，荣家的困难也不是1000、2000能够解决的，你这点工资。攒这点钱也不容易，这不能。这我都知道，就算是我一点心意吧，你千万得替他们收下。楼主任，不行，真不行。